凡事也得硬解啊，谢谢啊，把兄弟解啊，来，这要解啊，去攻吧。我跟你们讲，没有了，就五个小梦今天小梦他们今天没有来，他们是来阿个吃黑啊哈，去泰国去弄个花花，所以他们就没有来。弄个花花黑啊。双簧是，双簧是比较吃苦耐劳的，双簧比较吃苦耐劳，只要有一个客人愿意来，他就会摆摊。他是比较吃苦耐劳。跟我拍，跟我拍。不要，反正我拢来客呀，对啊，反正我拢来客了。这人客反正无，这今年贵我不爱客来。但是我不更加喜欢有两边。下午永安渔港有直播吗？我不知道。下午永安渔港有直播。无人无爱上岸，我嘛跟你同款介绍，你要来有要吃的，现在一包吼，来二啊五。这两伙伴的下巴，安尼多一只两块啦。哦，安尼煎，对咸，对煮米索，哦，煮牛丝拢好吃。安尼咸好就是500块，来要吃的来500块给我来。龙武石斑下巴，来500块，来青椒茄，人家吃来500。我爸来啊，黑啊！我觉得中皇是我拍所有里面，对啊，黑啊，是最努力的。今天摆不来，这大会今天摆不来，有多少客人？也无搞。现在现场今天大会，今天三十个，不是大会啊，三十几个。他带十个来吼，今天宝贝，他带十个来，拢买几盘，都只来买几份，来买只开300，你。我大会你给买两份啊。我不便宜哦，这里边酒也吃不高。现在大概十几块。来，黑鸭，高黑狼狗，这里四个而已。对啊。来，找到了没？我有问过中皇，他们说没有休息过。他们找到没？曾经没有出来摆摊。来，这个陪德都家上班，我没。他说陪德有。来，小姐来，他们卖了之前20年来。来，感谢你。有一场没有出来。来，陪德来这边。真的很新鲜，我没你休息吧。来，阿要吃龙虾，来当天接不住啊！来要吃泰国，大到没办法开车。那一天没有摆。来，今日要吃龙虾鱼，来300块。他们曾经泰国店、台风店，他们也出来摆。不搞，来300块。大哥，你要韭菜盒子不？对啊，韭菜盒子帮吹出来。有遇过几场？我拿韭菜盒子，我整车带老虎的，没有客人，没法打老虎，来300块。整车带回去，来三条。他们真的很认真。来，龙血鱼哦，来300，后来用煎的用吃，来300，几个人去？大一个要来啊，几个人要煎无？来300，好，来这条够恁啦，无地啦，这把足油的，对煎对吹得，来300，300块，够我来，来300，龙血鱼300块，几个买？两个而已哦，我感谢恁啦，这已经无地300，好少少的。收过上去啊，来300了，等下钞票来无？无来，搁钞上面一点，对啊，今天说30几个，现在这个现在30几个人，有点吓到我了。今天本来都有啊，我们还预估不会多人，来300好过，赚不了。算你少没有？算这些客人，谢谢他们了。来300好来300块，还有人没有拿到你的吗？都没钱的，来300好，还有花条龙血鱼，来300五至三两，谢谢。没有啊，来这边没有啊，过来。您这种姜烧已经搞崩，已经搞爆了。我黄鱼你啊，我黄鱼。黄鱼哦，黄鱼。来，有要吃鲑尾来，有大只无？水无？哦，鸟含进去了。今天要吃鲑尾，只有剩下这一盘，没有了。一人一份，来300块来。没了，还200块完了，200块来鲑尾。一样200就好了，不用300了。也不要笑啊，这边玩呢。我在。去摸啥鬼位啊？我明天要笑。
来，龟尾两百，够三百米了。太太咩鸟？哎，你把天荒地老啊！我今日变变，来啦，两百块都是龟尾啦，来两百块，来聊聊聊聊聊聊。现在真的没有那么便宜的，来两百块，来来来，变啊你变啊！来两百都不龟尾啊！撂撂撂碗撂碗撂碗，不要吃了不要吃了，四个就好了，没有了。没拿没拿，搁那最好点，不拿了，搁那最好点。对，那规定嘛，搁那最好点，不然没完了。对，快。坐坐坐坐，来鱿鱼。这个是你的。我没整你啦，我这是，我没整你。上啦上上破掉啦。我一看到，我看到，我一看到，啊，十几万金呢？啊，你发现银行没人进啊？啊，你查好了，你发现，你发现没？宝贝吧，那么黄鱼，我都撇黄鱼来了，白饼了，你卡紧的，来五百块，反正两百就七百外块，来七百块，我八百来得啊，这啊，你是买金钱，金钱啊，你是说爱过来啊？你钱可以赚，我可以教你啊。三百块，大脑大咧，银钱咧，我讲真咧，这好价我唔惊恁知啊，七百万买，请你了，进货唔紧买啊，明早后日把我卖完啊，再来搞客啊，来三百块，三包赶快三包哩，来三百块，整串卖成交就是安尼啊，成交卖完啊，一堆人偷成交啊，而且是韭菜盒子嘛，要发成交经营嘛，因为这个卖完啊，来三百块，要三包哦。来七八块钱哩，真正好食，做早餐、做宵夜、做点心，来三百块块，你上爽。来三百块，你七八就一斤啊哩，来三百块，好食，因豆仔好食，你我感觉还讲好食。来韭菜盒子三百块，最后三个都来了补啊。早餐啊，中午饭啊，晚餐啊，点心啊，拢会使。来韭菜盒子都买到了吼、哦，天气很好，来三百块啊，出太阳，都买到了吼、哦。你是要来吃买鱼啊？买啥物韭菜盒子的？你好啦，虾啊，好啦，唔好啦，我无带一个虾啊吼，讲要十外块，所以袂欠我听拢欠来。来虾啊来，啊你唔着爱做伙弄弄的，啊无要食虾条鱼啊。哦，下点小雨，太阳雨，太阳雨，等一下应该会有。来，一个上的。等一下应该会有彩虹。来虾子，来安尼我看到，来钓鱼，我是跑来。阿根廷鱿鱼，有大尾无？有青无？这鱿鱼较贵无啦，你搁摕来得无？来卖开1800，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200块、300块哩，来400块哩。我看看500块吼，无几个人敢赚钱啊？唔免500，400卖400，来300块来。300块。叫头一个买，来几百个请你，来300。是啊，你袂用啊，你要500，来500起来，500更加简单。后面啊，有鱿鱼又有太阳，鱿鱼又。不过我们还有阿根廷鱿鱼吗？多少钱？搁一桶啊！你看一下，搁一桶的啊，一桶搁大桶的啊。干起来，干起来，干拼拼好不好？啊！来500块，做三百买了，我这也买了呐。水生活，生活免白生活吗？
他一个较大个话，我甲送送，我甲拼拼，有安尼卖上万啊！恁要吃较紧个啊！迄五百三百块已经买袂着啊！来，有要吃个五百多，五百块嘞，五百块。Thank you。你兄弟去哪里啊？大欧点名啊！我。来五百块嘞。来起来。卖得较紧个啊！哦，要求比较轻，拜拜。来五百多。安尼，安尼了钱，但是安尼袂较紧，来七只啊，来五百块，来八只哦，来五百块，这也拢买的啦，我就花三百了，好好就叫花五百，几只啊？八只啊，好只啦，有几到十只啊？我跑上，唔免一千，免八百，来五百块，五百块来啦，变平了呐。阿根廷鱿鱼，大只漂亮的哦，新鲜度超棒的哦。来五百块，来五百块，做三杯炒菜哦，都可以。来五百块，来五百块，阿根廷鱿鱼来，买五百块，一个两十只啦，遐大只。来五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人客，鱿鱼要买五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人客拢准备了哦。欸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新鲜的。五百块，哎，哪里给钱去？来五百来，龙华，你哪里冒个领导？来。懂嘛吼，鱿鱼，好，谢谢，来飞机人家起来泡泡，好了。来你边啊？我边啊，来弄个谢谢，弄个谢谢。来要吃飞机人，你开五百、开七百、三百块。外公啊，太侪人买。太侪人买，我袂敢笑的。来，唔免五百，免七百，来三百，来两百块，好，两百块来飞机人。这一包多少斤？100啦，100我都收收。来两包、三百，来两包，发出来200块，两包。为什么不看好？两包好，两包好，要买的快点啊，花出来，买200块来回家，两包。我向门发条，给你，回家两包好，哎呀，你紧的啦，回家那没料了哦，来两包，最后两包的花出来，两斤多，来回家两包好，做两包没得嘛，回一碗两包，两包，两包，安尼我买了，对吧？来，谢谢，来，阿妹过来，别吃下，还回去了，爆浆桶。爆浆馅饼好，来海瓜子肉来300块来，还回去吧，300块。足久无卖海龟翅嘛，即个翅嘛，我嘛同款，哦，已经足久无做啦。来一包就来卖你200块，买一包半，350公斤，来试你看哦，拢包，全部拢包，无挂头的哦。来两包就来卖你300啊，有要食来开300块。海瓜子肉回去炒饭炒面，哦，炒九层塔，通通好吃。来300块来海龟翅嘛，阿兰要食。200块。来一包去炒面，来你两个买都海龟翅嘛，来300块。三百块，来海龟翅包有啊，紧来买啊，大哥要上咯。我看恁两个买倒来，哎、欸，这有起价无啊？靠呀，我咧卖了是咩？有啦，起哦，啊，管他伊啊，起的啦，平平我的啦。300块，你加两斤娃娃，来300，大哥要来个快。海瓜子肉现在也涨价了，没办法。啊，我嘛是同款平啦，管来起价不起价，来300块最后两个人客。海龟翅包，差价足甜，足好吃啊，来300。三百拢讲买了海瓜子肉，300块不好意思啦，这两包都300了啦。你是爱拼量啊，无那有遐俗的来海瓜子包300，最后搁买一个来海瓜子肉拢讲买了吼。来谢谢，来爆浆馅饼来。来要吃馅饼的啊，后面还有馅饼，你有这么怕红豆？加油！巴结他，那也看不到。好人没老。你还巴结他？有没有？没有哦，没有就拼一拼哦。来，等爆货，两百块来爆浆馅饼，坐他的车，对车队真的，我跟他讲说，我在跟他转达你的话，我证明说你很爆，来三爆，来两爆，他就会说真的老师，爆浆馅饼，来200块来，冷爆货，香，今天我们价格哦，是有咬你哦，好吃吗，姐？都这样哦。上次手工，我有葱抓饼，没有蛋饼。对，上次也是买一包试吃，人家有买两包啊，外公阿爸，然后你七只，买一包来这个30粒无，给你百块就算少啊，西洋一包七只，这个车小前头小哥来100块嘛，100块来让你们试吃，来爆浆馅饼，来100块，这个好多，人家都要七只的。对，红豆没在看，没有错，所以我会来鲑鱼，我会直接跟他讲。哦，啊你看到哩，这是铁板龟，300块，铁板龟啦，铁板龟，我要再来一个，要这倒啦，铁板龟，哟，铁板龟啦，像铁板烧的这用的铁板龟，哦，因为它这个薄度适合铁板烧煎，
我讲真诶啊，你厝头真正好多，多好真诶，好真诶啊，啊未讲真诶色啊，来啦，啊搁好食，一个人一两分一块，搁未烧抢，来有要食诶来，免五百四百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来来来，上上上上过来啦，一箱俩。我们等于先来三百，我是魔法红豆讲脏话，别摆双规，来了来了，魔法红豆讲脏话，来三百块，这你卖快呀，你两日甲真甲款哦，你两只油头，真正的三毛少多，安尼卖较袂顶，哦，较会食着完美，不是五百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，还搁咧看，还搁咧看去啥，来三百路，哦，你继续看，我继续上好了。来三百咯，来三百啊，五个而已哦，五个而已哦，来弄我哩，弄我哩，贵呀，贵，一个千百块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好进来，好进来，来三百块，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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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紧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来五个了吗？五个了，等一下，我都存这两个位，来，等你贵，搁搞存钱啊。来葱抓饼来，看啦！你再来个三号料，一两三四五六七，七个鸟，七包鸟，七个人客，这一包内底有十块，真正好食的。暗时也袂困食，家你啊两片起来，阿妈某一人带一个，好康，瑞虎的，一觉到天亮。这人一包唔免两百，来七百块了，七百块。你看人家好吃，买四包了，啊你们会不会买？都得两袋啊，袂得多。你打了几包？你打了一包得？来一百块，最后两个人给，葱花饼一百块。来四百小。最后两位喽，最后两位喽，葱花饼。剩几包两，剩几包两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葱花饼结束了。我要赚。今天就是扇贝肉、哦啊、这人学名叫解孔贝，很好吃哦，很好吃，但是不便宜就对了，一包准备卖两百几块，来两包五百，不用，我说我今天我卖两包五百，你不用来我后面，解孔贝你要清蒸，你要你要吹就对了，你要煮汤，你要烘，你要炒，附带你，都好吃，来有要吃解孔贝来，扇贝肉来，来五百，不用。我妈冻这扇贝咯，我冻这蛤蟆贝你得，这半扯的你可以烤，哦，这有挂汤，这有切烤，所以你也当可以烤。美国八七八，来三百块来，叫掏钱来扇贝咯，三百块，后边个话题啊，扇贝咯，一包蛤蟆来，我你七只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扇贝咯来三百，三百，三百块太便宜啊，我是小娘们对心啊，带壳的，来三百块来，妈。有带壳，它是半壳，半壳，半壳，三八贝类，上面两八类啊，麦哥，你有看到吗？还是你上面有买到？有壳的哦，可以吃肉，安内在烘哦，可以烤，可以清蒸，可以煮汤，来三八公，先炒诶，先炒你也要看呀，我还要看两个懵诶，懵在家己，有懵哦，我要看两个敢懵诶。来三百块来，谢谢，多少钱？小姐妹，这才行吗？这有卡，这有卡的才行啊！这两三十个人去了，来七八个请你，五百你买不一半，来三百了，扇贝肉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，上一包你啦，会较紧的啦，扇贝肉、茄黄贝来三百，最后剩一个人去了，扇贝肉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，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人去了，够两百没关的吧？拢去了，最后剩少，然后来三包，三包不是两包，讲今天两包三包就足少啊，剩两包过来，来最后一位，来三百块，结光杯，剩一包鸟，剩一包鸟，要不要买一买？大，你唔着徛到我来，你伫遐看物件呀，来啦，剩一捆鸟，来啊，箱里给我准备一下，啊，搁有迄小龟，小龟，大龟，小龟拢有，哦，来，肉切啊，太好啊，有要吃，较紧两包块啊，卖搁问啊，买紧两包我来，两百块。来三杯哦，你四杯五杯哦，你来两百块，再十杯哦，来两百，来十二杯哦，你来十四杯哦，你来十五杯、十六杯、十七杯、十八杯，来这两杯够哦，你到二十杯，来两百块，廿等于真正好食，大真好。
八千两门兵包，八千德来。